毛培坚持必见，马吃闭门羹。这些网友虽然的是行政院长毛治国，因为就在上周六国民党大选大败当天，毛治国提出辞呈。马英九本来希望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在拿下国会多数后任命辛格奎，但遭到蔡英文拒绝，马英九只好退回辞呈，要找毛治国深谈。但从上周六起，毛治国不接马英九的电话。昨天下午1点多，马英九还亲自到他家，请他以大局为重。但